昨晚杨洋参加活动，身穿黑色西装，内搭黑色深 V 马甲，或是因为拍戏的缘故，杨洋肤色黑了一些，整体造型非常帅气，又非常有男人魅力。采访中，杨洋透露所拍摄的新剧《且是天下》已经杀青，自己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，最近去了大理去游玩。第三个问题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？上半年刚拍了一部龙戏，是《且是天下》，然后前段时间呢，我的一部新戏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也是刚刚播放完，然后也是在跑宣传。那最近其实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，我也去到大理去玩一趟，骑一单车，然后去到海边去放松放松，喝点咖啡什么的。然后呢，其实最近也开始工作了，也是录了一些录了一个综艺叫《青春环游记》，然后今天就来到万国列线正舞台前面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好的，谢谢你的回答，谢谢，祝你玩得开心。